筷子、汤匙、筷子。好 ，OK。好，慢慢慢慢，对，没关系，慢慢，再慢一点。好 ，OK。听得见吗？慢慢走。他动作蛮快的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我待会要开门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自己回家吃蛮舒服的，对，弟弟最丰盛了，而且他这个不贵。哎，我们这个等于是另外一种在房间对用餐的方式。我跟弟弟说，我喜欢在房间吃。他筷子有少一副，那就免洗、啊。真的吗？我们有免洗筷，没关系。对，帮我下去拿。啊，对，我。